现在就有一个残念，就是残念的话在那边。啊，谢谢。接下来还是要给我们带来一首歌曲，好吧？对，嗯，歌名叫做《上瘾》，叫做《表白》。表白，来，掌声欢迎。出口，但在你身边时候，突然感觉好害羞。怎么我会变这样？身体不听我的，从没有过这感觉，情绪失去控制。身边时候，突然感觉好害羞。怎么我会变这样？身体不听我的，从没有过这感觉，情绪失去控制。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刘谦 Magic Show。神在刘谦，今天在 Magic 学院，虽然学不到这么高阶的魔术，但是有 very 简单的入门版，想学吗？锁定 Magic 学院，通通教会你。